NCT Dream 的第二张全场重新包装专辑 B-Box 在各种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证明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。这张专辑在各种国内排行榜上，包括 ES24、Hantu 等，这首歌还在 Box 和 VIP 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这张专辑共有15首曲目，并在韩国的数字专辑销售和音乐视频排行榜上也位居上位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还出演 MBC FM For You 金星英的《希望的雾》中。特别的一点是 NCT Dream 的鼓掌模式中，鼓掌编舞是标志性的。 B-box 已经用独特的标志性手势掀起了波澜，事实证明这个手势是队内一名成员自己编排了它。在 Glitch Mode 取得巨大成功后， NCT Dream 于5月30日重新包装专辑 B-box， 再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。事实上，在专辑发行当天， NCT Dream 的官方社交媒体宣布，该乐队现在正式成为第二次300万的卖家。鉴于主打歌 B-box 非常吸引人，难怪粉丝们离奇爱上了这首歌。然而就像故障模式中令人难忘的故障编排一样， B-box 也有自己值得注意的举动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梦梦更多精彩表现吧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